的好朋友们，用最热情的掌声迎接我们的小丑先生摩擦擦和呼啦啦！哇哦！乐乐先生，你们好！你们看，今天有这么多的小小丑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跟我们学做一个快乐的小丑。今天呢，只要通过所有的训练与考验的小朋友呢，我们将会为他颁发欢乐毕业证书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朋友闪亮登场，耶、yeah!！站好队伍，排好队，来，非常好，好，啊，喂喂喂喂喂 ，Oh no， 啊 ，OK， 哦、oh, ，好，接下来全体小朋友请注意我们两位小丑先生的动作，三、二、一 ，One， 哇哦，啊，非常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开始正式进入我们的训练阶段。Yeah，OK，开始进入我们的训练阶段。我们的训练第一步呢，就是我们的小丑语。相信我们的小丑先生也有自己说的话吧？接下来呢，请我们的小丑先生，哇，请我们的小丑先生为我们的小朋友展示小丑语。好，小朋友们也跟着一起学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句话，呀呼，呀呼。耶、yeah, 非常好。第二句话，哇啦 OK， 耶、yeah, 非常好。第三句话，哎呀哎呀，哇哦哦耶，最后一句，哒哒，哇哦，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，鼓励一下他们好吗？耶、yeah, 好，接下来呢，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项训练。有小朋友记得我刚才有说过，小丑先生曾经是用什么逗大家开心的吗？
啾啾啾啾啊，非常的接近，那就是我们的陶丝巾啊。好，接下来请我们的小手先生为我们的小朋友派发丝巾，每个小朋友都会拿到一条，请不要着急。耶、yeah.OK， 好，接下来请全体小朋友看好我们两位小丑先生，我 ，nice， 啊、okay. ，好，请看好我们小丑先生的动作，来，用两只手抓住丝巾的左右两侧，好，将它伸直，好 ，Yeah， 对折起来。Why? Okay. Yeah. 好，对折起来，将丝巾再对折，再对折，放在手心当中。Okay. 好，接下来呢，请注意我们小丑先生的动作，来。好，非常好。哇哦，哦哇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好，哇哦，哇哦，非常好，耶，耶 ，OK， 哇哦，好。接下来呢，就到了我们的今天的第三项训练，那就是我们的小丑形体。要作为一个合格的小丑呢，必须要拥有完美的体型，比如说像这样，像这样，像啊啊 ，no no， 哇哦啊耶，好，接下来呢，请我们的小朋友跟着我们的小丑先生一起练习小丑形体。来，第一个动作。哒哒，耶、yeah, ，非常好。第二个动作，完了 ，OK， 好。第三个动作，比心，哇哦，非常好，耶、yeah,。最后一个，耶、yeah.。哒哒！哇哦，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，鼓励一下他们好吗？耶、yeah, ！好，接下来呢，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第四项训练，那就是我们的小丑步伐。请全体小朋友站在小丑先生的身后，排好队伍好吗？来，耶、yeah ！好，好，接下来请跟着我们的小丑先生一起学习小丑步伐。好，接下来全体听我口令，起步走。耶、yeah, ，OK， 啊，非常好，哇，耶、yeah ，好，停，啊，不许动，啊，耶耶耶，好，接下来呢，全体小朋友，请回到刚刚的位置来。我们排队站好，耶、yeah, ，非常好。哦，啊啊，好，接下来呢，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终极考核时间。我们的终极考核任务呢，就是需要小朋友们把以上学到的四个动作结合起来做一遍。如果现场的好朋友们把掌声送给我们小朋友的话，他们就可以顺利拿到我们颁发的欢乐毕业证书。好，接下来，小手先生，小朋友准备好，终极考核现在开始。第一个动作。呀呼！哇哦，非常好。第二个动作，完了。OK， 好。第三个动作，哎呀，哎呀，哇哦。最后一个，啊，哒哒，哇哦。
OK 好，接下来呢，请我们的胡乐乐先生为我们的小朋友颁发欢乐毕业证书，每个小朋友都会拿到一张，请不要着急。好，耶、yeah 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 ，No！ 耶！耶、yeah. oh. oh. ah. ！哦，啊！来来来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啊！哎，喂喂喂 ，no no no no！ 啊，接下来。全体小朋友拿好毕业证书，请把证书朝向前方。来，我们一起拍一张欢乐毕业照好吗？哎哎哎哎，哎耶！好，接下来我数三二一，大家一起说哇咔咔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哇咔咔！哇哦！好，下面我宣布，我们的小小手们集体毕业喽！好，我们的小小手学堂呢，到这里就结束。